组乐团是 Only Man。 来 Only Man 由五人组成，团长主唱，键盘杭世璇，主奏吉他手江时威，节奏吉他手周强，贝斯手郭玉凡，鼓手 Cutty。 欢迎 Only Man。 这个听说每次都为了来比赛要穿什么衣服，然后在那边很烦恼，每次都为这个伤脑筋。今天明明是冬天，你穿这么清凉，是因为我们评审有五位吗？那今天要唱什么歌也是很重要的哈。对，改编歌曲是我们今天带来的改编歌曲是那个陶喆的《找自己》。那第二首歌是什么？第二首歌是我写的一首歌，叫做《本色》。那时候我是在想说，是写我的吗？Sorry， 不是刚刚。是你在想什么？那时候我在想说，就是当我回来台湾做音乐的时候，就是碰到了许多人，然后许多的长辈，然后就是可能大家都是非常非常厉害的音乐人，然后大家也都给我很多很多的意见跟指导，这样子。对。那我们先来听这一首《找自己》，欢迎 Only Band。如果还有明天。原本拥有优渥薪水的外科医生，为了唱歌，欧里继续坚持音乐这条路。过去他为了梦想与现实曾经两难，在一线之差的抉择，他决定放弃高薪的机会，迈向他音乐的梦想。这次我们相信他已经做好了准备。
我自己。